是，接下来我们黑蝙蝠要来了。黑蝙蝠。我也很紧张哎，因为我平常都是唱摇滚的，但是被姚文唱走了，我压力也很大。我很少唱摇滚。没关系，唱得好就好，不好我们也老实点名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且我怎么叫你黑蝙蝠？蝙蝠是带的福气。福气哦。所以我2016年开始就变黑蝙蝠，不是黑色旋风的。对不对？已经叫蝙蝠了，你看你张起来看看。哦，你看看，好像柏流的蝙蝠。柏流蝙蝠是最肥最甜的。对，盖子打开它是这样。对，以前我外景节目有去，哇，他们都吃整只的。喂，每一只都是像这种身体。福气，福气。好了，好了。福气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唱。没有，我要唱江蕙二姐的《鹿林的故事》。原版是。继续刮是非常抒情的歌。对对对。那要改编成鹿巴的感觉。鹿巴，鹿巴好听哦。哦，好，来这首《鹿林的故事》。心单纯好
比较慵懒的形象，表现得不错。谢谢谢谢，还会紧张啊？非常紧张，这个真的比流汗哦，真的很紧张哎。可是一般的唱得那么好了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平常很少尝试这样的改编曲风，比较没有那么柔的歌，你比较少唱那么柔。然后就去想说，到底要怎么样去唱，投入那个歌曲里面。所以要常常推出不同的东西，跟观众保持一种新鲜感。是。